的申请唱吧号，我还没唱出来。我唱，我看。我这手机唱吧，这个废的。没唱吧，没电了，二十多了。够使。我说的你都不行。我们两个人已经因为一个撕，就是已经因为你们俩被别人撕的不行不行的了。是你以为我们俩？跟我来吧。什么样的吧？WEIKO168。我胃怎么这么可爱？对，就改了好多图，然后写我胃怎么这么好看，这么可爱。是说你可爱，说他可爱？不是，就是大胃的胃，我胃怎么那么可爱？然后找了一堆他看着大胃的那个图案之类的，然后写先。我知道了，就是从你的视角来看，对对，是吗？我这么可爱，然后。先生你好，您点的咖啡好。把那个啥，这两个呢是冰的拿铁，这个呢是冰的奶茶，这个是热的奶茶。把那啥，把那个手带的手机手。不压味儿。真的。加点糖吗？自己加糖。加点糖啊！不是，我这是凉的，放不了。方便面，你细想一下，你说我说对不对？你为啥吓他？吓我？对啊，你为什么要吓他？哎，我坐这儿都热。魔法秀，给我贴个光头，是不是就这样了？可比这，比这粗多了。就他眼镜放那个胸口的兜口，特像老干部。这次香干开这个评判会，你这个去了厕所，这个影响很大。是是，我其实我不特别想去厕所，当时我知道我犯的错误啊，我这我明白了，我心理上我可以忍住，但是我膀胱真的受不了啊。这你调戏老干部，你这臭流氓调戏老干部，可以理解，理解你不在你上的这个组织就能理解你啊。但是这个转正的事是您答应我的。我咋这么嘴贱？